这就是你们要的三倍快乐吗？快乐在哪里？原神欧塞欧塞只做出原本角色不一样的行为，不符合角色的设定。如果你在接下来视频中发现这种行为，就在代码上打上欧欧塞。如果你没发现的话，咱们不要一棒子打死，还是有很多高质量的原神扣塞的。OK， 说完多说，让我们直接开团吧。开，只有女生才能看懂。我就来看一下。姻缘呢？上天安排的最大嘛。听听话。我懂了，家人。他应该是汗脚，然后脚汗粘着袜子和衣服，让他提了点干湿分离。不过这和是不是女生有什么关系呢？而且这又跟萧姑有什么关系呢？别来沾边，帅哥，要客厅不要？双马尾来了，有病吗？你以为每个男的都像他这样看着双马尾就把持不住吗？别骂了，别骂了。这就是你们要的三倍快乐吗？快乐在哪里？快乐在哪里啊？快乐在哪里？看到这种 OC 擦边球，我内心毫无波澜。真想给他一逼斗，说实话。别发呆，看我造型谁哇塞！那你，快过来，把保险柜给打开。说出来可能不信，这些图他只放了一半啊，剩下底下那一半，苍老师看过原图。须臾地图还没出来，人物还没出来，他色图就先出来了。我的名字是风言万叶，游历四方的浪子。什么 MC 版本？既然你我都在旅行的路上，没事，又是 MC 版本吗？不妨结伴同行。哇，好帅！哇，这太中二了，太帅了！如果 MC 出这个 mod， 我必买充电。王者现在弹幕上有没有会说，哎，这历史界怎么打我？哎呀，历史界玩家，你们只能干状元。啊，其实没有必要啊。这造势弟弟妹他们其实玩模拟世界不玩 MC 是属于我们那个年代的团队。我造势其实不管你玩 MC 还是迷你，我都欢迎。迷你世界没抄袭，我没抄袭。你是这平淡的日子里我偷偷加的一颗糖。果然超市还是看不惯三次元的人扣死二次元。二次元的话我觉得很正常，但是放到三次元就感觉不可以射手。脚趾都穿模了，这腿，不是你这大腿在干嘛？这是，这人姐吗？这不是，这穿模都改得上玉璧了。有这种技术力，我希望你能做一些更高质量作品，而不是在这糊弄我。众所周知，火神就摔不死。又没躲开。怎么了？不要啦，我的班尼特。还开挂吗？时停。这什么姿势？这个虽然不是 O O C， 但曹老师突然想到，我原神好像有一个宝箱没有开，我去开一下啊。来，曹老师也试一下。哎，笑的同时拍照啊，当前状态不敢拍照，这不闹呢吗？大爷，完了！什么？啥？他是什么？咪吧？咪吧？咪吗？问你吗？问你吗？啊，虚真的虚地图什么时候出啊？我盼星星盼月亮，怎么还没出？还有多少天？大家在弹幕上打出来，让我看到。家人们，上海要求48小时核酸，真的很烦，所以又来做核酸。面具之下是更美的面具。做完终于可以回家了，家人们晚安。这是去漫展之前先做个核酸吗？如果其实大家身在疫情很严重的区域漫展的话，不推荐大家参加了，因为避免人员聚集嘛。啊，这个正能量一波。好 ，cos 啊是大家兴趣爱好，但是我更希望大家能将自己的身心健康、身心生命安全最重要。OK。我爸说了，我好可爱呀，是个爷们儿就要去战斗，爷们儿要战斗，爷们儿要战斗，好可爱。
纷扰扰征服爷们儿。这也太萌了，还真的看着这种小东西就觉得很治愈啊，是不是？那可请大人放松一下。如果你喜欢苍老师视频，那请